明星节目中引人不适的行为，综艺中王大陆和李沁搭档表演时，被提出什么动作让女生觉得被保护，王大陆对着李沁就开始又搂又抱。还冷吗？快到我们了。你想喝什么？奶茶店不是泰坦尼克号。正无处安放的四肢，透着屏幕都能感觉李沁的尴尬。小彩旗和燕子东在节目中拍吻戏时，更是拔出了丝儿。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。许魏洲在参加综艺时，甚至在自己的护膝里发现了一根银针。为什么还有针啊？谁要谋害朕？谁要谋害我？而工作人员还像开玩笑一样说道。魏大勋和李沁参加综艺时，两人搭档游泳。魏大勋先是对李沁动手动脚。这衣服是连着的吗？对啊。哦，这是连着，是一套的。下水池后看李沁的眼神，更是仿佛像饿狼一般。头这么下去你就扶不起来啊。丢我的袋子，飘一会儿。丢我的袋子，飘一会儿。这就是看见美女的模样吗？